挥的还是比较正常嘛，自己无论是一上来还是后面可能有一些落后，我觉得都很正常吧，然后也是整体还是在自己这种想象中吧。这也是奥运会之后第一次打国际比赛，就感觉说还适应吗？自己不会想这些吧，可能因为比赛就是放在这儿，然后对手也是都会去全力以赴去争取胜利吧，所以作为自己来说更多想把自己能做到做好的东西去做好吧。前两天的赛程出了问题，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去调整自己的状态？什么没听清？这两天的那个赛程不是非常密集吗？然后你有没有做什么特殊的，然后自己去调整？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吧，因为对于这种比赛来说自己也是会反正专注在比赛中吧，每天都根据自己这种感觉或者这种状态去调整，然后希望一点一点能够调整好。明天你还有男生的比赛，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打这种国际赛场的男生比赛，你有都做了什么准备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互相都是一样的吧，这些都是客观因素，或者说不是自己能掌控的，所以自己还是希望把自己能做好的去做好的。好，抱歉。